来个新吃法，这么吃老好吃了，我男朋友教我的，以前没这么吃过。我土生土长东北人，但是我真没见过这种吃法，在我们东北。馒头撕碎它，加入自己喜欢吃的配菜，多加点汤。这个这么拌必须得有汤，没有汤没有灵魂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特意炒了个墨鱼柿子，好辣，放点油菜，放其他菜，拌这个宝宝。这个，嗯，这炒豆角，拌这个，然后拌点肉吃，再来点肉，对，这不就大烩菜吗？哎，可香了，搅拌均匀。哎，对，就这么吃，一口馒头，一口菜。嗯，因为好不好吃就完事儿。太好吃了！你们自己搁家的可以这么试一下的啊，但是不要拌鱼。比拌大米饭好吃，我觉得。嗯。